真是很好，大热天的挣不白活，为了接个外援，连命都不要了。他一个人能抵我们八九个人吧？这不卷死我们吗？就是。今天翻了1000卡，又到手500卡，这里给弟弟治病啊，又解了一。林之意呀，你可真棒！什么？那行，我马上到啊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弟弟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林小姐，你弟弟现在啊情况恶化，需要马上手术，手术费啊100万。100万，医生，我现在暂时拿不出来那么多钱。你还是先去凑钱啊，否则呀，我们只能说句抱歉。医生，林医生，你救救我弟弟吧，我只有我弟弟这一个亲人了。哎呀，这件事啊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只要你能救我弟弟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医生，对不起啊，医生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不可理喻！医生，哎呀，保安，停手！ 区区100万，我给他出了。你是孤儿院的娜娜姐姐？娜娜姐，自从孤儿院之后，我们已经好久没见过了。没想到今天，以后别叫我娜娜姐，我现在姓江，是江城江家大小姐江一茹。对于过往，我不想提起。娜娜，叶柔姐，谢谢你啊，为小南出医药费。你放心，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 没事，小南也是我弟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玉柔姐。虽然之前你托我玉佩那个事儿，我挺在意的吧，但是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小南。也是多亏了这块玉佩，我才能成为江家大小姐。之意，我会帮你付小南的医药费，还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但前提是你要帮姐姐两个忙。没问题，玉柔姐，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很好。 第一个忙，还想请妹妹将抢玉佩的事忘掉；第二个忙，你替姐姐去相亲嫁人，嫁给一个富家大少。什么？嫁人？你是江家大小姐。 长得这么帅，没想到是个瘸子呀，难怪玉柔姐不愿意嫁给他呢。二小姐，我怎么没听说过这江家还有个二小姐？哦，因为我是私生女。这个是我的资料，你看。私生女，搞笑呢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大，谁竟然能轻松抱起180的路上？你快把我弄下来！啊！我求你，把我放下来吧！对不起，我马上把你放下来。 这种感觉怎么？快点把他拉开啊！对不起啊！你朋友啊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嫁。啊！你不瘸呀，原来。想做我女朋友是吧？早上必须5点起床给我做早饭。 晚上下班的时候给我打好洗脚水，如果要洗澡，必须给我放好洗澡水。
必要的时候洗澡。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江城谁人不知？我可是出了名的虐女狂魔，跟了我的女人不是缺了胳膊就是少了腿。你不害怕吗？我以前学过散打，咱俩谁打都不是，还不一定呢。你。 浪费我时间！啊！你报车报车！啊！上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我答应了怡柔姐要嫁，一定要嫁。是他。 一定要！是他，陆家少爷有钱了不起，还不是废物一个，给我打！你干嘛？光天化日欺负小孩，还有我法吗？滚开，臭女人，否则我连你一块收拾！那你可以试试。你没事吧？ 以后我罩着你。糟了，元朝来了，我先走了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妈，我回来了。怡柔，你是不是找人替你嫁给了陆少？妈，那就是个虐女狂魔，您难道忍心女儿下半辈子和这样一个人度过吗？可这门亲事是陆家爷爷和你爷爷生前定下的。 再说了，陆家在江城是巨霸，不好得罪的呀。反正我打死不嫁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回头你把那个替嫁的女孩带到家里来吃顿饭，我把她认作义女，这样对陆家也好有个交代。不能让林之玉和妈见面，万一妈发现关你。妈，这些事情啊，我都处理好了，您就别操心了。 林之意，这辈子你都别妄想知道你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。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啊！以后就由我保护你了。咱们这都结婚了，要不加个微信？嗯，我扫你吧。你还在用这么破的手机啊？要不我给你换手机吧。 你怎么了？你好，要买点什么？我们这种店跟其他店可不一样，可不是什么MR狗都能买得起的。你买的话就不要试穿，以免真正的贵客来了会嫌弃。怡柔姐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样高档次的服装店里？好巧啊，怡柔姐，我们竟然看上同一件衣服嘞！谁要跟你这种穷鬼看上同一件衣服啊？好久不见啊，妹妹，有空聊聊。就今天而已。怡柔姐的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啊？这件衣服其实我不要，她也不该落进你这种肮脏吊档次的人手。 这位可是江氏集团的江大小姐，是你这种贱民比不了的，江小姐。我看她就是想偷偷模仿您的气质去勾引男人。你胡说，我才没有呢！别拿我跟这种货色的女人比较。是是是，这种穷鬼啊，连您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呢。算了，不跟你们计较。
怎么破了？糟了糟了，这可是店里的高级定制款。不是我说啊，刚刚这衣服还是好的，就那个女生碰了一下就坏了。保安，给我抓住他！他竟然这么大力气！好啊，你这个贱女人，说破我们就耍阴招，把裙子划破陷害我们。志毅妹妹，你想要这件连衣裙，我让给你就是了。你何必将好好的裙子划破，陷害人家导购员呢？可是裙子根本就不是我弄坏的呀，这件衣服可是高级定制款，很贵的。我知道妹妹你家庭困苦，刚才只是一时气怒，所以才一时冲动做了这等阴险之事。这样吧，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认个错，这钱姐姐替你出。不是我弄坏的，我凭什么要认错？江小姐，别把你的善心用到这种人身上，这种贱民啊，对他再好也是狼心狗肺。算了，跟你们这样的人我说不清楚。保安，快抓住他！他女的把店里的裙子弄坏了还想跑。你放开我呀，放开我，裙子不是我弄坏的。住手，住手。你就是跟这个恶女人一起的？八成是了，林之一直见女人在颜值方面还挺会挑的，不过能跟这种女人在一起的男人那是什么好货色。一群不长眼的东西。不长眼蠢货，我可是江氏江家大小姐，就你这种穷酸鬼也敢说我不长眼。你就是江家大小姐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特有陆氏印记的黑卡。陆氏很耳熟啊，他怎么会有陆氏的黑卡？他就是虐女狂魔陆少峰，江城商业霸主，与我有婚约的人。还不快把你们脏手拿开！之意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江城不会再有你的存在。看在京陆两家的关系上，这次我不和你计较。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欺负他，你就给我滚出江城。看来陆少峰虐女狂魔的谣言是假的，可恶！绝不能让林之意搭上陆少峰这条线，万一他发现自己才是江氏千金，那就糟了。妈，我后悔了，我要嫁给陆少峰。胡闹！你不是说陆少峰是虐女狂魔吗？那根本就是谣言啊！以陆少峰的背景和我们匹配，那简直是强强联合呀！况且他还那么帅，绝不能便宜了那个贱男人。妈，您就帮帮女儿嘛。可是这件事是内部消息，他已经跟帮你替嫁的那个女孩结婚了呀。那就让他们离婚啊！啊，妈，我想进陆氏，想给陆少峰当贴身秘书，您就去帮女儿周转一下嘛。妈，林之意，等我成了陆少峰的贴身秘书，我就不相信他陆少峰还会看上你。江董，江小姐小时候的照片你还放着，江小姐有你这样的母亲呢，真是幸福。这张照片连一柔都不知道，当初在孤儿院找到他的时候没有猜忌，我还纳闷呢。还好当时你提醒我说有的孩子长大了猜忌就消失了，要不然就真的错过了。现在他长大，可是我却越来越怀念他小时候的那份天真善良。我送你去医院。这个小女孩的胎记怎么跟我的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快醒醒！哎，姑娘，你好点吗？您是？哦、我姓江，你叫我江伯母就好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实在是抱歉，我们开车不小心撞到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后续治疗我们全包了。抱歉，小姐。被撞？为什么他照片上的胎记跟我的一模一样？难道他认识我的亲生父母？那个伯母，那张照片是您的吗？啊，那是我女儿小时候的照片。您女儿？
我可以看一眼吗？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打扰一下，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您女儿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啊，她不是，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女儿，她现在已经长大了，看得出来，伯母很宝贝这张照片，我还是先不看了。真羡慕你，要是我也能找到我的妈妈就好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好打电话联系你的父母。啊，我叫林之意，您叫我之意就行。我是在孤儿院长大。之意，这个名字好熟悉呀。伯母，您没事吧？啊，你在孤儿院长大的，这也太巧了。我女儿也在孤儿院里待过一段时间。哦，说不定你们还是在一家孤儿院呢。您已经找到您女儿了，那您女儿叫什么名字呀？叫江一柔。江一柔？你们认识？我跟一柔姐还真的是在同一家孤儿院一起长大的。哦，这么说您就是江城的江氏吗？既然你和一柔你们两个是好朋友，那这样吧，你去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，这样对你的身体恢复大有好处的。啊，谢谢您啊伯母，不用了。那你现在住在哪儿？以前的房子早就到期了。啊，姑娘，是这样的，医生说你只是一点擦伤而已，但是你是由于太劳累才晕倒的，等一下就可以出院了，就这样定了。去我们家住。是啊，林小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江总，现在手续办好了。啊，走吧，到了我家，我让管家给你熬点汤，好好补补，相信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好。走。志毅。志毅，江家，志毅怎么又去江家了？夫人啊，哇，这就是一柔姐住的地方啊，真漂亮。走吧。妈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？瞧你，看见志毅激动的把杯子都摔了。我让志毅来咱们家住一段时间，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哦。看得出来，妈对林志毅挺有好感的。莫非林之意知道他的身份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在江家久待。那是错。林之意，你不是想在你亲生母亲面前表现吗？行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这几天我要出差，你要好好照顾之意，毕竟他是咱们家的客人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林之意，虽然你在我家借住，但我江家可不了心。我知道了，一柔姐。那就从拖地开始吧。你监督他，别让他停下来。他越难受，我越开心。现在就用这块抹布将整个江家的地板擦干净。我为什么不能用拖把呢？拖把坏了。我刚才看你拖把好好的呢，我说坏了就坏了，你还不赶紧擦！不要跟我动，不然你会吃亏的。赶紧擦！等会儿江小姐来了，我们谁都不好过。快擦呀！快擦！人家都这样待你，明显是不想让你在家里，还赖在人家家里不走，真不要脸。为了真相，一定要忍住。快点，听到没？啊，把家擦干净。快点，你没吃饭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江家这么大，要是全擦完，那不得累晕过去啊？是呀，还只准用抹布擦，这不知道得擦到什么时候呀？你们是不是太闲了啊？这么久的地，是个正常人家。
晕啊！是你，谁干的？哦，你是这贱女人在外面养的野男人吧？也敢管江家的闲事？野男人，苏总，他说你是野男人，这你也能忍？妹子，听哥一句劝，你都不知道他是谁，就别叫嚣。我管他是谁，也不看看这是哪儿。这可是江城排名第二的江家。江家除了惧怕商业霸主陆氏的势力外，在江城那可是无人能比。看你们这样子，顶多也就是小门小户罢了，也配跟家大势大的江家组？得罪了江家，你们就等着被江城封杀吧！你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江家撒泼。这个野男人和这个贱女人一起轰了就算了。陆少峰啊，原来他就是商业霸主陆少峰呀！哇，好帅呀！呀，你这个东西，别让我在江城看到你！小姐，是你来人！贱女人给我扔出江家！小姐，小姐，饶命吧！小姐，小姐！少峰，你别误会，我都叫知音妹妹不要做家务了，可她偏不听。说到底还是这帮下人不懂事，趁我不在欺负知音妹妹。她房间在哪儿？少峰，今天的事是个……你放心，我今后会好好照顾知音妹妹，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你们能给我听着，我陆少峰的女人在你们这儿借住，是你们的荣幸。今后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点欺负的，都给我滚出江城！记住了，今天的事如果传出去，后果自负。江小姐这次可是真的得罪陆氏了，你这群该死的下人，给我滚出去！我这是怎么了？谁替我处理好了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听见了少峰的声音？林小姐，你醒了？哎，奇怪，这些人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客气？今天监督我扫地的那个姐姐没来吗？啊，知音妹妹，你醒了？啊，他们今天都怎么了呀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今天刁难你的那个佣人，我已经把他赶出去了。知音妹妹，可别因为这个事情生姐姐的气。会的。这一柔姐总是这么阴晴不定，我还是小心点好。姐。是我拖累你了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大学没上完就退学，更不会放弃你热爱的三大。行了行了，从小咱俩就相依为命，在孤儿院长大。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吧，但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的亲人。原来他是孤儿院长大的，这么说他还真是为了弟弟。有了，哎呀！既然他这么喜欢散打的话，那就开个散打俱乐部吧。啊，那给夫人安排个什么位置？那就让他做散打领队吧。啊，哎，记得让他和其他选手一起参加面试。有了。这刚领完证，你就去医院里边去。你在哪儿呢？陆先生，这都领完证了，还叫陆先生？怎么叫上老公听听呗？我叫陆少峰，以后叫我少峰就行了。你叫我林之意就行。这是我的钥匙，是一套学区房，地址一会儿发给你。
我觉得我们已经领完证了，就应该住在一起。住在一起？学区房，一套学区房至少要200万。我的天哪，这我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买得起啊！你不会啊？这套学区房呢，是我爷爷那边留下来的，已经很老旧了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啊，我就先走了。记得一定要求是我。这是陆先生前段时间刚买下这套房子的合同，你们好好收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是房子你新买的？不是我买的。啊，是啊是啊，这套房子确实是先生买的，为了就是给您一个惊喜啊。啊，这套房子确实是我爷爷那辈留下来的，我这不合计我们结婚了吗？正好就花了点钱装修了一下。那你是不是就没钱了呀？对。放心吧，以后的生活开销我来。行，我们是陆氏集团旗下的散打俱乐部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工作室。散打俱乐部？陆氏集团的散打俱乐部现在在广招选手，让我去面试了。耶。是吗？啊，哎，你知道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呀，来这家俱乐部面试散打选手的，都是获得过世界级奖项。这可是江城霸主陆氏开的俱乐部，听说世界级散打冠军吕亚楠也有名，他是因为这家俱乐部的老板而来的。小姐姐，你这简历这么厉害，怎么还唉声叹气？我这算什么？我就是来帮忙运气。快看，全国散打冠军吕亚楠。快让开，把亚楠姐的位置让出来。凭什么呀？就凭她是世界冠军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让开。开南大学的冠军来这边面试，你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？这种不知名学校的比赛也有人参加？像他这样的人也敢跟南姐争？我看南姐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打。少说我也是得过全国冠军，怎么会拉不动他？喂，就你这种人也配跟我竞技？世界冠军是吧？要是世界冠军都是你这样的性格，那还真是丢人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各位，今天谁要把这个贱人给我收拾了？过去是我柳亚楠的字啊，看叶彩呢？哇，世界冠军柳亚楠的助理，那可是每个三大队员都求之不得呀。对呀、啊，走。我要干嘛？住手！这就是你说的夫人受欺负了？这看来是冒着欺负夫人呀！一打五，这地上躺着的哪个不是拿过省级奖项的人啊？这女人也太可怕了吧！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成败了多年的人，陆少峰，好帅啊！难道这就是商业巨霸陆少峰？
你是商业巨霸啊？我怎么可能是商业巨霸？很疼。奇怪，他为什么要否认身份？那你是？我是老板特助，是吧？老板看有人寻衅滋事，特意让我过来看一看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所以啊，以后就叫我陆特助就好了。再说这老板长得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老板可不长他这样，我们老板那可是风靡全江省的男人，你看看他身上哪有那风靡的味儿啊？你不就是陆？你不就是陆？那个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陆特助，刚才呀，就是这个女人仗着自己的力气大，欺负面试者罢了。你少胡说啊！分明是你家的。就是他，看不惯我们，他对我们动了手。安之意的性格不会无故挑事。先不管谁动了手，柳小姐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职业素养。今天所有参与打架斗殴的人，一律取消面试资格。那他们？哎呀，陆特助，我们刚才大家在开玩笑呢，闹着玩呢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你没事吧？看我没事儿。我看陆特助和这个野蛮女人认识，既然说要公平对待，那就要一视同仁。你这样的话，你老板知道不好。蠢货，连陆少峰的模样都不认得。既然都是误会，那我这回就不和老板禀报了。如果再有下次，一律取消江城所有的面试资格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从陆少峰成名开始，我就一直仰慕他，没想到却被你这蛮力女人截胡。林之意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陆少峰，你只是我的。没事的。你这么对那些面试者，你们老板会不会生气啊？我呀，和我们老板关系很好的。那你就不问问他们为什么那样对我吗？万一我真的跟他们说你……不管是因为什么，我相信你都有你的原因。我相信你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那当然了。你是我老婆，我不信你，我信谁？我就知道你会相信我。今天这事儿吧，本来是这样的，我就坐在那儿等，结果他们来了就让我给他让座，我不肯让，我说凭什么呀？然后他们两个就……你们忘了旁边还有个我吗？是，你没事吗？没事，我打个120。喂，120吗？是我看电视剧上演的，下一步医院就会下达病危通知书，不会得什么绝症了吧？只是晕血而已，这夫人脑洞也太大了。要是让陆总知道了自己的新婚夫人这么咒他，怕是要气得蹦起来。你千万不能得绝症呀！这你说过要陪我走很长很长的路的，你走了我可怎么办？啊，陆少峰，你还不能死呀！这虽然说我是替嫁吧，虽然我们才结婚几天，我也不想你结婚几天就死了呀！完了完了，夫人当真了，待会陆总醒来看不到，不得劈死我！小姐，我骗你呢，他就是晕血。他一个1米8几的大男人，怎么可能会晕血吗？陆少峰，你怎么哭了？
我以为你活不长了。师傅。啊，是这样，我刚刚跟这位小姐解释了你是云邪，查不清。真的？陆少峰，你一米八几的大男人真云邪呀！哎呀，虽然他云邪，但是平日里啊，陆总很有阳刚之气的。陆总。是戏称，我们平时呢喜欢这样乱讲啊，是吧，毛总？毛总，想不到有生之年能听到商业巨霸叫我毛总，是吧？哦，对，我操！我哎呀，哎，吴奇，你看，今天真是辛苦你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嗯，应该的。我跟陆少峰是朋友，叫我宝哲就行。哎，听你刚才说要去吃饭是吧？嗯。我少峰，你这眼睛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事了？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？我糊涂？哈哈哈哈！我说我怎么糊涂呢？刚刚我妈打电话叫我回家吃饭呢。再等会儿，你再等一会儿吧，我请你下饭去。哎，算了，我怕我再等，你老公把我吃了。不晕了吧？你平时呀，就得多吃点水果蔬菜，知道不知道？嗯，啊啊，你个女孩子怎么力气这么大呀？哦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吗？啊。这位先生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已经可以出院了。年轻人，一定要注意节制，要不然以后可就不行了。这方面我可是行的。你流氓你！好了，既然没什么事了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带你逛商场去吧。你衣服上的血渍。没事吧？哎呀，医生，医生！其实我有衣服，你不用给我买衣服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刚装修完房子吗？这哪还有钱买衣服呀？这时候的工资卡现在上交给你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。这有钱也不能乱花呀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万一以后我们要是生孩子了怎么？孩子？你想给我生孩子啊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志毅，咱们该花的都得花，其他的交给我好了。我。我们不是说去买衣服吗？怎么来珠宝店？没事儿，就过来逛一逛，看一看。陆先生，您今天想看点什么？把你们这儿最贵的一款，我拿过来看一下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这家店的珠宝可都是私人定制，这随便一件都要十多万呢。您看这款可以吗？400万。那个小姐姐，谢谢你啊，我们就先不看了啊。就试一下，对吧？嗯，又不用钱，怎么样？这也太好看了吧！
金钱堆出。一会儿啊，你就跟这个女士说，这个东西只要两百万，打五折，两千？什么？两千？你太会看价了，你疯了吧？就这个戒指，它再怎么便宜，咱也买不起。小姐姐，我还给你吧啊，我们就是平常家庭，买不起这么贵的戒指。女士，哎，是这样的，您这款戒指我们店里有活动。以两千的价格出售，两千，真的假的呀？哎，那有他给我包下，这，啊，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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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江城的商业霸主陆少芬不是个虐女狂魔吗？怎么对刚来的那位女士这么体贴上心呀？那就传闻就是谣言了，真羡慕这位女士。要是有人这样愿意对我，就是虐死我，我也愿意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知意，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但是我希望别人有的你也能有，我会很爱你的。所以你愿意为了我戴上我送你的第一枚戒指？你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在我衣服最脏、最狼狈、最丑的时候说这么正式的事情呀？在我心里，你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美的。谢谢。陆总，江总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一看陆总就是个聪明人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小女江一柔，仰慕您多时。想去您的公司给您当个贴身秘书。据我所知，是他找人替嫁吧？那是一柔他不懂事，我已经教育他了。陆总，看在您爷爷和我家老爷子关系好的份上，您就卖给我这个人情吧。虽然现在我与知意结婚了，但和有婚约的是江家千金，为何不趁这次机会让江家对外声称林知意是义母？这样知意也不会对外界说闲话。好，不过我有两个条件：对外宣称他是你的义女；第二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，尤其是我的太太林知意。好，看来这陆少峰对林知意真是上心了。女儿啊，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。Hello， 各位，陆总呢？最近事务繁忙，让我代替他管理俱乐部。林知意怎么也在这？我就说，陆氏怎么突然开个散打俱乐部？原来是为了拼。看来陆少峰对他是真上心了，我不能轻举妄动。江一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家千金，陆特助身后的妞不错吧？你别说，他跟陆特助还挺搭配的。那个是这样的，我身后的这位啊，是我的秘书，叫江一柔。陆总呢，看我工作繁忙，特意给我安排了一个秘书。哎呀，还分担工作，我看就是你特意让陆总给你安排。那个，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大家都可以找我们的江秘书。知意，来我办公室。那个你就不用去了啊，在这转一圈，熟悉的环境。知意，郭总，
可恶，又是林之意。全国散打冠军柳亚楠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？原来江氏集团的千金江玉柔也喜欢商业霸主陆传峰啊。不过这陆氏和江氏很难治，江小姐又何必来这儿捣鬼呢？你不需要知道原因，你只需要知道跟我合作只有利没有弊。那合作你不愿意？放着吧，林之意得意不了多久。你不去找你的美女秘书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怎么？还没有？真没有？没有。反正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意外，我又没有资格去干涉你喜欢谁，是吧？哦，我的心好疼啊，我的心就碎了。对不起啊，我。陆特助，忙着呢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呀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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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知意妹妹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儿。上次商场的事情都怪姐姐，姐姐回去之后就一直在忏悔，你能原谅姐姐吗？过去的事儿我都遗忘了。知意妹妹，你这样说我真的太开心了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不打扰你们了。林之意，给我等着！什么事？陆特助，上次商场的事情，还请您不要跟我计较了。之意已经不在意了，我也没有必要追究了。不过我的条件，我想江总经理说过了，我不想暴露的事，不要让之意知道。您放心，这是我作为秘书的基本职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偏要让他知道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去场馆找两个人，将陆特助就是商业霸主陆少峰这件事透露。还有一件事，当务之急就是先把林之意这个贱人给解决掉，之后我会给你公平竞争的机会。记住你说，听说陆特助就是商业霸主陆少峰。我还听说新来的秘书江一柔是江氏的千金，而且啊，早就跟人家陆氏有联姻关系了。我看人家根本不是来当秘书的，而是来看着自己未婚夫的。不过也是，人家两个郎才女貌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他就是商业霸主陆少峰。干得不错，应该的，亚楠姐。不过这陆特助真的是商业霸总陆少峰吗？不该问的事情你们两个别问，这件事你们两个最好给我烂在肚子里。是。江一柔，现在就看你那边了。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脚崴了，可以扶我一下吗？陆氏在那边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哎，哎呀，脚好痛啊！江秘书，交给你了。江秘书，你腿好了？土官显示的贱人，滚！你，陆少峰，你不服我没关系。还差最后一步，我的计划就达成了。等少峰回来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少峰，有件事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？什么事？少峰，有人跟踪我，你快来救救我！看在我们两家关系的面子上，跟我没关系。
你刚才说什么事？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我？陆少峰，你真不在乎你们陆氏的名誉了吗？再不来，你这个秘书可就是我的了。地址，那个，知音，我有事，可能要出去一下。少峰，能不能先不出去啊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知音，我有事，我真的出去一下。可是，能不能不走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你别过来！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！啊、不要！救命！救命！不要！住手！谁呀、啊？给我等着！我好冷啊！师傅，我好害怕，求求你不要走。原来你一直喜欢的是一柔姐，怪不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那么介意我是不是江家千金。你不是在意我的身份，只是在意我是不是那个人罢了。行，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们。是谁放掉这段感情？江小姐，你的事儿我办完了，你看这个钱、啊、是不是该？拿钱赶紧滚蛋！记住，今天的事给我烂在肚子。江小姐放心，我嘴巴严得很。江小姐，事情进展的顺利吗？当然，要是没有你这一计，我今天也不能顺利的让林之意对陆少峰产生猜疑，进而跟踪陆少峰，看到我和陆少峰相拥这一幕啊。江小姐，过奖了。既然他们两个现在已经有了矛盾，那不如就趁现在彻底把他们分开。林之意还想跟我抢人？少峰，能不能先不出去啊？知音，我有事，我真的出去一下。可是，您好，你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我要你毁掉林之意的清白。真要这样吗？你不狠，永远也别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喂，一柔姐，怎么了？知意，快来救我！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畅想 KTV， 快来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别碰我，流氓！别碰我，救命啊！救命！有人非礼我，快救我！要门要门！别多管闲事啊！包厢内只有一个流氓，可柳亚楠好歹也是国家级散打冠军，对付他绰绰有余。臭婊，你敢坏我好事是吧？哥，你们俩一块也不是不可以的。你给我等着！等着呢。你没事吧？师爷，你先过来。师爷，对不起啊。我以前那样对你，
你从何愿意救我？哎呀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都过去了啊。啊，对了，知叶，你渴了吧？来，喝杯水。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亚楠姐，那个我还有点事儿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走？你还走得掉吗？我怎么感觉头晕？不愧是全国散打冠军啊，自古实力好，手段也高。彼此彼此。林之意，过了今晚，我看你还怎么？郑少峰演的不错，给我好好招待他，记得要留好视频哦。我办事您放心。绝对给您办妥妥的。小宝贝儿，别让小爷好好疼疼你。我靠！忍痛找死！江城霸主陆少峰，还不快滚！也是没撒药。之一，醒醒！不要走！你这是玩火，你知道吗？我流氓？嗯，昨天晚上是谁主动投怀送抱的？你那是乘人之危，我告你去！你是忘了我们是合法夫妻这回事了吗？那可是我第一次呀，我怎么会把我第一次给你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人呀？可是这也是我的第一次啊！再说了，谁脚踏两条船了？你啊，一边招惹我，一边又跟江一柔搂搂抱抱，还跟他在晚上私会。我什么时候？你说的是江一柔崴脚那天吧？那天是他被绑架了，我只不过是出手相救罢了。真的？我发誓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去了？你跟踪我？你想一想，昨天晚上是谁让你去 KTV 的？哦，那个。昨天晚上江一柔跟我打电话，然后我就看见刘亚楠被人威胁，然后我就出手相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想不起来的话就别想了，我大概已经猜到是谁了。既然伤好了的话，那就搬回家住呗。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江家，我一定要把那件事情调查清楚。不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在外边养小白脸了？哎呀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隐瞒。什么？长什么样？有我一半帅吗？比你可帅多了。哎，我有照片，你看看。你，怎么样？帅吧？我发现。你最近是越来越皮了。等我把事情的真相查明了，我就回来。你过几天再去江家吧，听我的。知意妹妹，这三天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一直都没回来呀？玉柔姐，我问你，三天前的那个晚上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家里啊。不信你问他们。不可能。我分明就是看到你出去了，林小姐。这几天小姐确实在家，没有出去过。好了，你这几天都没有回来，肯定没休息好。你上楼休息。
最近叶柔姐怎么总关心我有没有休息好？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生日和胎记的事情。什么？说那天晚上在唱小 KTV， 执意被陆少峰给救了。陆少峰知道是我们两个做的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个人说并没有把我们两个说出去。这奇怪，最近也没有吃不干净的东西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了。最近江伯母不在家，一会儿去她房间找找线索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关于那个小女孩的线索。看得出来，江公子真的很爱叶柔姐。江家传世玉佩，林之一，怎么办？房间的卡？我看门开着，以为里面有人，我就进来了。我妈的房间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奇怪，家家相册里怎么会有玉佩的？玉佩上好像还有一套鞋。不管，有江伯母回来问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我好像有个班要上。已经事情太多了，忘了我要上班了。妈，我还没请假。妈妈快让我开了我了。这是唱响 KTV 三天前晚上的视频。果然是江一龙。周总，咱们要不要把这个视频直接交给警方处理？这段视频只能证明刘亚楠和江一龙先后进出不开的女包房，并不能证明他们在里面做了什么感动我的女人。我看他还是不想活了。之一，上次 KTV 的事情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哦，那个事儿啊。哎呀，没事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互相帮忙嘛。对了，这个呢是我同事啊特意从澳洲带回来的蟑螂，吃完那可是大补的，就当做是谢礼吧。那个亚楠姐，真不用啊，这个澳洲蟑螂自己都会吃。这个东西啊很好吃的，真不用。亚楠姐让你吃你就吃。你们故意的吧？就是故意，像你这种人也配跟我在一个餐厅吃饭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，像你这种野蛮之人跟我离陆先生远一点，要不然下次可不是吃蟑螂这么简单了。我们走。算了，反正这么多年了不也过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就是来这儿巡查的，看你坐在这儿，我就过来看看。怎么了？这不没吃饭吗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本来不想哭的，忍住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以后有我在。陆总，查到了。亚楠逼夫人吃蟑螂，夫人不吃，他就把蟑螂扔进了餐盘里。还有柳亚楠的跟班，他把一整盒蟑螂全都扔到。你去准备些茶点，送到每一位选手手上。另外，知意的礼物一定要亲自送。还有。去准备三个孙子，让他们一口一口的吃进去。大家都停一下，陆总请大家喝下午茶。
吃的呀。林小姐，这个是陆总特意为您准备的。刘小姐，这个是陆总单独为你准备的。真的吗？单独给我的？还有你的。我也有。啊，他的当然跟柳小姐的不一样了，这个是陆总专门为你定制的。就你说。这什么东西啊，是不是馊了呀？哼，让夫人吃蟑螂的时候怎么不考虑考虑别人想不想吐，活该。都说了是陆总特意为大家定制，所以当然不一样了。怎么二位不吃是不给陆总面子？怎么会呢，我现在就吃。哎哎哎，不能吐啊，一定要咽下去。这会儿谢谢陆总。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陆总，他们吃完了吗？放心，我亲眼看见柳亚楠他们两个一口一口全部吃完我带走。您这招可真够损的。对了，那另一份特殊餐您准备给谁啊？送去江家。江江一楼，这只是前菜。这不是少峰的大助理吗？哎，少峰呢？陆总很忙没来，不过今天俱乐部陆总请大家吃茶点，他托我特意给您带。特意给我的？是，而且还特意要求我监督着吃下去，这样我才开心呢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啊哈哈，这个呀是陆总特意请国外大师帮您特意定制的，所以味道的确有点特别。是外国定制的，这确实不一样啊。哎，知意，正好可以问问他玉佩和胎记的事。江伯母，您回来了。是啊，你这是要出去？哦，没有，我刚下班。江伯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让您回答一下。知意，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，不要跟我客气。伯母，您家是不是有一块玉佩上面刻了数字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我能问问这块玉佩的由来吗？这块玉佩呀、啊，是我们江家的传家宝，一柔小的时候走失过一段时间，还好他出生以来身上就一直带着这块玉佩，所以我才能在孤儿院把他找到。知意，我会帮你付小南的医药费，还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但前提是你要帮姐姐两个忙。第一个忙，还想请妹妹将抢玉佩的事忘掉，如今我已是江家大小姐，这传出去总会是不好的。如果那块玉佩是江家传家宝的话，当初江一柔让我隐瞒玉佩的事就能说通了，但是如果现在我将抢玉佩的事情说出去，也未必有人相信我，还是得找机会看看江伯母随身携带的那张照片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没有。江一柔，我把你当姐姐，你却把我当傻子。妈，你回来了怎么没告诉我呢？哎呀，林知意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故意的。江伯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看他站不稳了，我想扶他一下，我没扶好他就摔倒了。林知意，这个贱人，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啊啊，你啊啊，林知意，我杀了你。够了，我明明看见是你先动的手，人家知意都没有还手。来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怎么成熊猫眼了？啊！我不知意，我要你不得好死。一柔，妈，怎么办呀？明天就是生日宴了，我还邀请了陆少峰，绝不能让他看到我这副样子呀。行了，我出差这几天已经够累了，这么大人了，这么点小事儿要学会自己处理。
一柔，4月3日离你生日宴会只剩一个月了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4月3日，我记得园长妈妈跟我说过，我小时候那块玉佩上刻的数字就是我的生日，4月3日。可是我明明记得一柔姐的生日是3月4号，还有那张照片，这一切都太巧了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这次你们该不会发现什么吧？是啊，4月3日就在家里办，到时候给你选一件漂亮的礼服。妈，我都筹备好了，这次生日宴我还邀请了商业大酒陆少峰呢。又是邀请了他，那我们江家在江城的地位可就没人可以动摇得了了。一柔，你可真是妈的小心肝啊。据说他从来不参加宴会，恐怕你会赏脸吧。妈，他会来的。陆总，4月3号是江氏千金的生日，这是他给您的邀请函。好的，帮您推了。生日？知意的生日也是4月3号，我们现在就去江家。这事得交给我办呀，怎么能麻烦您亲自跑一趟？我发现你最近话很多啊。是，看你就是想去找夫人。嗯，这生日会也太豪华了吧！虽然不是给我办的生日会吧，但是想想能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待上一晚，就当给自己也补过一个生日吧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陆氏集团的陆少峰要来，那个商业霸主陆少峰，我见过他本人，超帅的。但我听说他好像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。哎，你不知道吗？陆少峰跟江一柔从小就定了娃娃亲啊。嗯，自家未婚妻的生日会，那自然得来了。还好我的陆少峰就只是陆少峰，不是那个什么商业霸主陆少峰，不然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配得上他呢？这江一柔虽然说平时人不咋样吧，但是这论样貌、身材、气质确实在江城数一数二，他应该能配得上那个商业霸主陆少峰吧。我早就听闻江家小姐气质惊艳，今日一见啊，果然气质非凡。那他今天怎么戴着面具啊？银之翼，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把我的眼睛揍肿了，我今天也不会戴面具，也不会听到别人这么议论我。给我等着，今天不会让你好过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生日宴，希望大家今晚都能玩得开心。感谢各位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小女一柔的生日宴会。不过呢，这几天一柔脸部有点过敏，请大家谅解她戴着面具出席。真羡慕江一柔，有这么多人替她庆生。江总真是好福气啊，生了个这么落落大方的女儿，真是羡慕。现在就请大家尽情地享受这奇妙的夜晚吧。如果江伯母真的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和江一柔差距这么大，江伯母肯定不会抛下这么漂亮的女儿来选择我这个丑小鸭的。真谁啊，土包子一样，江家怎么会请这种上来台面的？该不会是混进来的吧？你们怎么能这样说一个女生呢？她再怎么乡巴佬也是我江家的客人，我们都应该以礼相待。江小姐果然是人美心善，一走出来就有大家闺秀的气质，不像有些人明明是只丑小鸭还妄想效仿天鹅呢。姐姐呀，就把她只当做乞丐，是来生日宴要饭的就行了，别让她扫了姐姐们的兴。你才是乞丐呢。江小姐，她竟敢骂你。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陆总，咱们该去江家参加江氏千金的生日宴了。要不是知意在江家，就凭江一柔她的身份也配让我亲临。对了，让你准备的生日餐厅准备好了吗？您之前说那个闻名全球国内仅此一家的餐厅已经被我包场了，就等您见夫人回来了。好，走吧。哎呀，摔下来了。该不是他故意摔下来想引人注意吧？真丢人！别推我，林之意，你就这样去死吧，这样
江氏千金这个位置就永远不是我的。他不会被摔死吧？慌什么？他死关我们什么事啊？是他自己摔下去的，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、啊。知意。啊！那是贱民，不要命了！不是说这江小姐是宫女才戴的面具吗？这怎么看着像是被打？属实也太搞笑了。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？知意，你怎么了？知意，他就是让江家所有氏族闻风丧胆的陆少峰。你来晚了，知意。这他是醒不了了吧？我说。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着，今天他如果有一点事情，我让你们所有人陪葬。知意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去问问你的好女儿吧。江一柔，我一会儿再给你算账。知意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知意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怪我没照顾好你。你们都给我听着。她是我江城霸主陆少峰的女人，以后再受一点欺负，我让你们所有人生不如死。江城霸主陆少峰，知意，医生，来这边。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了？你这丈夫怎么当的呀？你老婆都怀孕了，你还让她摔倒？什么？知意怀孕了，还好大人和小孩没什么大碍。意思是我要当爸爸了。安静安静，这里是医院。我要当爸爸了。陆总，恭喜你了。陆总，这次易容差点酿成大错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再出现在你和知意的身边。还请你看在你爷爷和我家老爷子关系好的份上，就放过他这一次吧。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。江总不用自责，这一次我可以放过江一柔，但如果再有下次，我就不会顾及以往的情面了。江一柔，要不是在场的人告诉我是你把知意推下去的，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你会做出这么恶毒的事儿。陆氏以后不要去，我已经帮你辞职了。什么？妈，我不要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次是真的触碰到了陆少峰的底线。要是我从前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妈，我不信少峰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好自为之。怪你这个贱人，我会放过你的。唉，这张脸。真是360度无死角啊，真不知道迷倒过多少小女生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她是我江城霸主陆少峰的女人，以后再受一点欺负，我让你们所有人生不如死。江城霸主陆少峰，原来与江一柔有婚约的这个人就是我眼前的这个陆少峰啊。江一柔嫁给他也是理所应当的，况且少峰也是喜欢江一柔的吧，不然他一个从来不参加聚会的人，却为了来参加他的生日宴会。可是你喜欢江一柔的话，为什么又非要来招惹我呢？知不知道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知意，你醒了，你这是哭了吗？知意，我们有孩子了。我怀孕了。嗯，我要当爸爸了。你要当妈妈了。那我孩子的爸爸到底是普通人陆少峰还是商业霸主陆少峰？我是商业霸主陆少峰，但是我也是普通人陆少峰，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你是商业霸主陆少峰，你就应该跟我离婚，去跟江一柔结婚呀。我又不喜欢他，我为什么要和他结婚呢？你不喜欢他？你如果不喜欢他的话，为什么要让他做你的贴身秘书？你如果不喜欢他的话，为什么会去参加他的生日宴会？你如果不喜欢他的话，
陆总，餐厅那边还需要包。陆总，餐厅那边还需要包。宝哲啊，我说你还真是每次来的都很及时啊。那倒没有。哎，对了，宝哲，你刚刚说包场。啊，陆总说昨天是你的生日。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生日？姓傻瓜，你忘了我是谁了吗？傻瓜呢？啊我妈叫我回家吃饭，你们继续。这条手链本来是你生日给你准备的，但是现在这生日过到一月来了，后悔给我准备了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条手链本来就是为你特别定制的。特别定制？那这会不会很贵啊？你竟然在商业霸主面前提过一次，你这是在怀疑老公的能力吗？商业霸主？行，那陆霸主，以后不管我想买什么，你都会买给我吗？那是当然啊，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提，不过先介绍老公。宝宝，你以后可不能跟你这个无赖爸爸学坏呀、啊！知意，搬回家来住。现在你怀孕了，我担心你的安全。有件事情，我需要跟江伯母再确认一下。妈，这么晚了，妈要去哪儿啊？不会是要去见林知意那个贱人吧？不行，知意，你好点了吗？江伯母，上次您女儿小时候的照片能让我再看一次吗？可以的，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。照片？我怎么不知道我妈随身携带了我小时候的照片？你怎么会有这个印记？我从小就有了。不可能，当时张叔说小孩子的胎记长大了会消失的。这么说，知意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不是江氏千金的事儿。既然如此，知意你也就会怪我狠心。江伯母，您还记得上次我问您玉佩的事吗？那块玉佩其实是小的时候在孤儿院被江一柔偷走的。我知道我这么说您是不会相信的，毕竟您现在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，而我就是一个丑小鸭罢了。您跟江一柔那么多年的感情不会因为我的出现而轻易割舍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只是需要时间。虽然他不是我的亲生，可是他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割舍？我能理解。给他点时间，他会明白的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要你帮我找几个高手，把林知意囚禁起来。那我有什么好处啊？难道你要把陆少峰让给？只要林知意被困住，那陆少峰不就是你？这可是你说的。不过你怎么样才能把林知意引出来呢？他力气这么大，你可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就不用你管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就凭你也想跟少峰在一起？做梦！少峰只能是我，江家千金也只能是我。是谁？易柔姐，你为什么这身打扮？小南，你姐姐生病了，现在在别的医院，她让我过来接你，过去看看她。我姐姐生病严重吗？就是很严重，所以才让我过来接你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走吧。来，不对，我姐姐根本没有生病，就算她真的生病也不会让你来告诉我。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既然被你发现了。
少峰，怎么了？我有点想喝粥，你能帮我买一份吗？好。少峰，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已经很累了，真的不想再拖累你，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。那个，两位大哥，谁请你们来抓我的呀？是。哎呀，你看这两位大哥一看就实力不凡呀，是不是？哼，我就是一介弱女子，怎么能听到你们两个人抓我？哎，大哥，他说的没错，我就跟你说吧，咱不接这活。你看这娘们儿跟个小鸡仔一样，用得着咱俩兄弟一块上吗？闭嘴！大哥，好点老子那也是江桥圈子，那排名前十的，这传出去，这我不得笑死我！你给我闭嘴！怎么这么能话？你这么直，你显得我们不专业，知道不知道？看样子幕后主使知道我力气大，所以才请他们来抓我的。雇你们的人是江一柔。小姐，你老聪明了。但是你猜到也没有用，我们就是拿钱办事儿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配合我们吧，省着点力气，处对付你那个仇人。你他妈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大哥，开车呀！等着自首啊！开车。小南，有点本事啊！我去，竟然能把大哥给提动。要知道，江城能提动大哥的没几个呀。有点意思。哇！刚跟他们两个交手，他们的武力值绝对高于许多出色的高手。我即使力气再大，也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呀。别看今天跑不掉了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在这拍熟龙短剧呢，才给你挣点道具？你真当我们脑袋笨？我告诉你，你弟弟还在我们手上。林之意，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被抓起来了呀？刘亚楠，怎么会是你啊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出手针对我？为什么还要抓我弟弟？无冤无仇，这你可就说错了。想让你妄想跟我抢同一个男人？同一个男人？你是说少峰？闭嘴！少峰也是你叫的吗？别碰我弟弟，少峰是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的。不会喜欢？你就开始喜欢他？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山沟沟里，为了能和他相遇，拼命的联系散打，为了拿到全国的总冠军，是我几年的理想。好不容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看到的竟然是他处处维护你，根本就不正眼看我一眼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我会输给你这种贱民。我不服！行了，刘楠，爱情本来就没有输赢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执着了。你给我闭嘴！看见你张嘴脸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？刘亚楠，如果你只是针对我，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，把小南放了。放这事儿可由不了我做主了。不，知意有危险。放了小南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刘鑫，你就别妄想能和你弟弟走出去。江一柔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过就是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下贱人偶罢了。你竟然有一天妄想从我的手掌里逃出去，篡夺我的人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管玉佩也好，江家千金也罢，还是陆少峰，都必须是我的，也只能是我的。什么？你是说失神之后把陆少峰让给我的吗？干什么？别忘了，是我花钱雇的你们两个。抱歉啊，刘小姐，江小姐给我们的好处比你的多得多。你以为
没了这两个废物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全国散打冠军吕漂亮。在我手里吗？陆少峰爱你又如何？啊，只要你消失了，那他不就会忘记你了吗？所以你去死吧！少南，少南，少南，你不能有事啊！少南，我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姐。最后一次看到你的笑容，小南，小南，你别睡，小南，小南不会有事的，小南，你真是姐弟情深啊，我都快被感动了呢。小医生，我杀了你！你们两个要是敢上前一步，我建议跟你们一起同归于尽。大哥，这俩娘们疯了，咱不干这一档了，咱走吧。这明明是他老婆的，你咋这么不专业？我送你自首去。大哥，与其得罪这女人，我宁肯自首。走，都不许动。志毅，别冲动，别做傻事。不知道，少峰，小南死了，小易柔杀的。我知道，可是就算你把他杀了，他也活不过来了。你想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妈妈吗？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志毅，志毅，孩子，你们竟然有孩子了！我才是江家大小姐，我还是商业霸总陆少峰的夫人，是我，我呀！江氏千金林之毅成为江氏集团新任董事，并与江城商业霸主陆少峰联姻。假千金江一柔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。老婆。今日份水果，请笑纳。啊！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一般吧。哎呀，我逗你的，你喂什么都好吃。真的吗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现在的样子，好像一只金鱼一样。什么鱼？金鱼，亲嘴鱼。哎呀，是金鱼，亲嘴鱼。哎呀，是金，到底是什么呀？我不管是金鱼还是亲嘴鱼，现在我只想和老婆相亲。